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应该都有照片，对不对？有哈，放久了之后会怎么样？变黄、变褪色，褪到有时候你照相的那个衣服的颜色，你都会忘记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这一次的风灾也是一样，这个大自然的风灾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，但是我想，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块土地也变了颜色。那我想，因为村落里面很多人的爱心，在平地很多人的爱心，让这个地方能够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又站起来。我想这都是因为上帝的爱，我们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，也是因为上帝的爱。也希望这些褪色的照片，你们再回想一下，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颜色，慢慢的回去，回到最自然的颜色。那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份爱传下去，给我们的每一个子孙，好不好？把爱传出去。机会走出去。
爱永远不止息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时刻每一天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彼此问好，彼此请安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参加，愿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谢谢您。